咁啊，影兵全本身同大家見面啦。係。咁我呢班咪三少爺的劍咧？看看有冇生鏽先咯，哦係有，今日真係喎，有噶有生鏽，生鏽爺之劍啊呢把叫做，哎呀，你同我整翻個麥先啫，係，咁啊，咦咁樣講就即係大家都會知啦，係咪會講三少或者講武俠電影咁樣啊？三少爺的劍，唔係咁你唔中意三少爺的劍啊？呢、這個菲律賓魔像啦，哇！今日好動武嘅時刻，其實咁啊啱啊，天氣冷啊，可以。嗱，老實講，《三少爺的劍》呢套戲咧，而家我哋講而家呢個新版上新版咧，我第一樣我睇已經猶豫啦，所以嗰日咧我就 PM 咗幾套，我話即係睇嗰陣時入場之前啊，套戲掂唔掂咧，我都好懷疑。哦，睇到中段嗰時候咧，我。哇！即係唔可以作為一個節目嘅題材喎。咁但係我睇到尾，我覺得就其實都有啲嘢值得講。有嘅，我覺得好都幾好講添。咁但係你睇嗰個係 2D 版定係 3D 版咧 ？2D 同埋係普通話版咯。啊，我都係。啊，應該冇粵語版嘅。粵語版。但係我睇嗰個都係 2D 版，因為佢原本佢有個 3D 版咧，因為咧嗰晚我冇睇到嘅，公映嗰時至睇嘅咁啊。唔緊要啦，嗱，總之今日咧我哋都要有個節目噶嘛。咁如果神秘之夜，咁我又覺得有其他工作我係佔咗啲時間，咁我未做個準備。咁如果睇戲咧，亦都好倉促。係。咁就《三少爺的劍》咧，就應該係琴日睇嘅。嗯。又今日喺做節目之前又睇咗《妖夜尋龍》。哦。係嘛？咁我睇過 4D 版嚟嘅。哦。咁好，即係有啲嘢可以，係有啲嘢又煙啊，又霧啊，又雨啊，係又俾人打幾錘啊。哇！雨嗰啲我通常我撳咗佢唔要嘅雨。我冇。點知佢啲咩水？有啲驚㗎。你驚啊？唉，你就咁叫做湊嗰啲即係積得太耐啲水都唔好啦。係啊 ，OK 嚇。咁但係未講呢個之前咧，就今日咧仍然都係一樣嘢啦，就收視救亡啦。咁有泰拳嘅飛送俾大家㗎嚇。哦。咁咧有個最嬲尾咧會有個問題嘅。就答中咗咧，如果你寫信去呢個 myradio.ppi 係咪 Gmail 啊？即係技術人員係嘛？係 Gmail 啊嘛，係嘛 ？OK 啊，咁咧就可以有可能得到有下邊睇到嗰個網址，即係嗰個電郵嘅地址啦。咁有可能得到咧就係一張12月13日星期二晚嘅泰拳嘅飛。咁如果俾即係送呢張飛，如果你又想攞嘅話，就麻煩你趁喺12月12日之前。嗰日或者前咧上嚟普羅政治學院親身去攞啊，咁個問題我都未諗到係問咩嘅，咁但係就會喺個節目嘅尾最嬲尾嗰陣時問大家嘅。咁啊，好合呢個題目啦嚇，又係動武嘅嗰、那個，係啊，又江湖世界啊。咁就嗰、那個睇先啦，我應該講咩咧？即係嗰個答案咧，你就要寄電郵去以上，即係頭先你出嚟嗰個地址啦。咁我哋會通知翻你嘅。好，咁你今日入影睇啦。咁就雖然我哋今日都係講《三少爺的劍》啦，但係我懷疑其實香港個票房都唔係太理想啊，甚至喺中國都唔係太理想。咁所以咧，我哋今日要加料啦。咁加料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想問下幾套啦。上個禮拜咧，你就喺台灣金馬獎，咁有咩可以報告俾大家聽啊？金馬獎就最特別就因為我去咗兩日三日兩夜嘅啫，唔係好多咁樣。除咗參加個金馬獎咧，即係其實之前之後其實都佔咗好多時間嘅。咁但係我都抽咗空咧，就去睇阿李安嗰套咧，就叫做係 3D4K 120格嘅嗰套叫做係《比利林恩的中場戰士》啊。這個就叫係應該叫原裝版啦，真正嘅嘅原裝版咧，係1秒120格嘅嗰個。其實人嘅眼可唔可以去睇到120格咧？唔止，因為好似咧就話去超有600，即係1秒600格咧，其實都得嘅。不過咧，即係我哋嘅嗰個叫做係攝影嘅嗰個科技咧，投射翻出嚟嗰時候咧，你1秒120格咧，都係目前嚟講咧，我哋嘅接收能力咧，點知今日佢拍《阿凡達》都有提及㗎啦，就話原來你120格呢個高速嘅嗰個裡面啲細節咧，我哋人嘅肉眼咧。都已經可以接收到嘅，所以咧就係1秒24格咧，即係對於我哋而家嘅嗰個觀眾嚟講咧，佢嘅裡面嘅 information 咧，即係視覺信息咧，唔係咁多嘅啫，120格咧係多咗好多嘅，係啊。但係呢個對於嗰個製作嚟講咧，個成本係咪提高咗好多？好多倍。
嗱，依樣嘢就即係因為基本上咧，佢 3D 4K 同埋120格咧呢一個效果咧，佢竟然阿李安咧就喺呢部文藝片咧，因為我諗佢嗰個意圖咧好清晰咧，佢想咧即係俾大家睇咧電影係跳咗另一個 version 咧，即係其實有好多就算電影人自己啊，好多電影人咧都其實係仲係好靈魂不靈咁覺得咧，舊式好啦 ，3D 都係一個叫噱頭嚟嘅啫，佢講俾你聽唔係。所以他這部戲就做了一個都有很多一種叫做呈現，而且他說這個不是他的一種實驗，就是他的那個叫做他的挑戰即不是很大，不是好像當時史丹尼及比利克拍 Silent 的時候用那個 Steadicam 那種那麼新穎，他已經有很多他其實有這個這樣的技術出來，但是他就因為他這部戲比利林的這部戲裡面的原本小說呢，他碰到那件事將他轉做電影的時候呢 就都很有幫助，第一可以踢又再一次呢踢一踢美國精神，第二呢又也可以告訴你荷里活呢都仍然有很多即是很大投資掉下去呢，都是一個挺無謂或者不是 很先進的那些想法。所以你看這部戲的時候，我想呢即有一個可以很值得說的，就是原來120格/1秒的這些這樣的拍攝呢，你觀眾呢就已經不是演員呢就已經呢就不是好像以前這樣的演戲法了，譬如好像剛才呢你想找劍去插我這樣啦，我如果呢你那場呢就說你和我呢之間那種決鬥已經去到一個時間了，不好意思，當你拍的時候他要外國鏡頭的時候 camera 之前呢老哥你都要揮動曬你啲劍咧，做咗一段時間，搞到你面紅耳赤嗰時，佢只怕你，你明唔明啊？因為咧，紅緊啊，紅緊啊，係咪？係啊，因為佢個意思咧，佢就講佢話原來咧，即係譬如喺120格嗰度，同埋加埋 4K 咧裡面嗰度咧，一個人譬如佢會面紅嘅話，嗰、那個面紅嗰個轉變咧，觀眾係睇得到啦。而家嘅攝影嘅效果係做得到出嚟。所以他其中有幾場戲呢就是說呢那個鏡頭一開始的時候呢那個女仔走出來你看到呢她心急熱辣辣的樣子是真的咦是不同的、啊、而這件事呢、就是、你有些呢就特技可以做得到即是加紅她的臉呢但你能夠跟那個面色呢很接近的那個時候呢那你那個演員就不得不呢在這裡做這些功夫在鏡頭的開 shot 之前呢你要做啲咁嘅嘢，嗱，依個係其中一個舉例，佢有好多呢啲咁嘅處理，佢藉住，因為佢我覺得依個李安咧就的確係大導演，佢講話嗱，依啲技術咧係令到你咧即係成個拍法啊鏡頭嗰度咧有種新嘅視覺出嚟之餘，但係最重要咧都係同始終係戲劇嘅最好睇，而佢講俾你聽。點解佢會用呢個咁嘅科技咧？就係、是、因為今次佢講呢部戲咧，就係、是、關鍵咧，就係講咧有好多人，你如果身在一個地方做緊每件事，譬如好似我哋做節目嚟講，你以為一個叫普通嘅事，每次都係一個戰場嚟嘅嚇。就算一個表演嘅行業咧，裡面咧你上台表演，都同你去伊拉克打仗。是一樣的，我覺得他這個、那個、concept 如果 你掌握到這件事的時候，你會發覺 那部電影是個導演 很用心良苦告訴你，我們很多時候尤其是年輕人做事的時候都被很多框框框住了，如果你呢即不當是一個戰爭這樣去對待你自己的個事業、啊嗯、或者你自己的個想法呢，你分分鐘呢你就變成了一個 敗仗來的、嗯很感動的，所以我看這部戲的時候、所以他這部戲我都值得推薦給大家看，雖然香港呢現在做的那個版本呢就是剪了一半，就叫做 3D 4都是 2K 的，就好像是你可不可以解釋這個 4K 和 2K 的分別在哪裡？2020就要 去到 8K 的了，因為 4K 就是跟那個現在我們戲院的那個投射呢很多時候都是 2K 和 4K 都有的，這個 K 那個是指那個像素的是的，它那個像素的而 4K 那個就好像都有600個色素的層次出到來的、嗯啊、即正確呢就都要找找、就是、總之呢這個色素是很強，這個是純粹是因為那個影片本身已經是數碼的，
如果不是數碼就沒有，這個就沒有關係的了。如果不是數碼呢，那時候呢其實你就要調回過去了，就是菲林的那個色素其實原來是多個層次過這個數碼的、但是數碼呢，即當它轉了做數碼的時候，投射的時候呢，我們初初接受呢就是那個是 2K， 但 2K 都達不到那個叫做菲林的那個水平、但是呢就去到 4K 的時候呢，就有些呢其實菲林已經開始做不到的一些色素呢，在數碼那裡做得到。所以即大家都說數碼那個成就就應該跟菲林是有不同的那樣。去到 8K 就更加細節。現在我們看呢，即現在應該都做那裡大部分的即戲院呢，他做這部戲呢都是 4K 60格和 CD。咁佢裡面咧個 4K 咧，裡面你就最重要咧，就睇到嗰個叫顏，即係嗰個叫顏色嘅嗰個層次係多好多嘅。咁而加埋嗰120格，而家60格咧，你都睇到咧嗰個叫做係清晰度咧，就係都係好深嘅一個。尤其是你會睇到佢嗰個喺個叫做係大球場嘅嗰、那個，即係叫成個表演嗰個中場嘅嗰、那個嗰段戲咧，裡面咧嗰種叫做係清晰度咧就好強。咁啊 ，CD 仲有一樣嘢好特別嘅喎，因為佢 CD 咧，你會睇到咧，即係好多或者一般觀眾睇嗰陣時咧，都會發覺佢嗰個構圖同一般咧，我哋以前睇戲嘅佢用嘅電影，即係擺個 camera 嗰個角度有唔同。咁佢咧就你會睇到咧，佢原來佢就已經咧就係摸索到一個構圖嘅方式。是很屬於 CD 的，因為我們以前呢，就算你阿凡達呢，他做的那個 CD 世界呢，他都是用那個叫平面畫框，那個攝影框的，好像即文藝復興都已經呢，即推了下來的那個叫做是黃金三角的構圖。但是呢，他現在這個呢，他就特登就再拉闊一點，他就告訴你，現在你看這個 CD 效果呢，裡面呢，將那個黃金三角的構圖呢，是立體化了。咁你有依個咁嘅基礎咧，我諗好多聽眾朋友，我哋都有好多即係做美術啊，或者係做畫畫嗰啲朋友咧，嚇設計嗰啲咧，一講你要睇咧，你真明白嗰種分別咧。佢就講俾大家聽咧，原來你個畫面裡面啊，有陣時咧嗰、那個叫做中心點一個 target 嘅畫像嗰時候咧，另外都仲有好多 element 咧，你係可以吸收得到。同埋你會知道成張畫嘅意義，唔係就咁在於嗰個 target 嘅中間位。有以前嘅嗰啲電影嘅攝影嘅畫框咧，都係就住嗰個 target 位。嗱，咁啊呢啲細一啲叫少少嘅一小步，但係其實咧科技嘅一大步嚟嘅。係啊，嗱就聽佢哋講之後咧，我都開曉啦，打開眼界。問題咧就而家香港就冇得睇。即係嗰個原汁原味嗰、那個係六十格嘅咧。我第一個疑問就係咧，今次李安做呢樣嘢先，照如果一般喺荷里活嗰個估計，都應該呢件事應該今先至今晚做。係啊，咁我諗佢其實咧，即係都你，我覺得李安其實一直都係咁。你覺得佢係一個好文化人，但係佢會出劍嘅，一招出，好似譬如佢少年派咧。他做的那個 CD 特技，尤其是他玩那些叫幽光那些，即譬如浮游生物的那些發光那些，跟我們一般的那些叫陽光的那些光不同，他玩得很細節，變成一個很大的成就。但我覺得他今次呢，他的目的呢，即都不單止是要做那種 CD 這種這樣的新的境界，他也都呢都想打回那些現在那麼喜歡拍 CD 的那些商家佬啊，那些或者電影人呢，就打回他的拳，喂，我們是戰士的，我們給一些東西，給一些真材實料，給一些進步的東西呢，來去給大家看的時候呢，這個不是一個叫做怎麼叫娛樂的方面啊，商業的方面，是一種叫做呢，是令到人呢叫開眼界啊，一個叫電影其實一直都是要給一些叫新鮮 的元素給大家的。這個我覺得他呢就是，所以我今次去金馬獎的時候呢，都知道呢李安導演呢，他就很倡議呢，他就想政府呢就話你喺台南嗰度咧，我要整一個叫電影城。其實嗰電影城咧就即係其實叫我哋叫技嗰種叫技藝城嚟嘅，即係唔係科藝城嚟嘅，就有學科喺入邊咧試驗一啲電影嘅新技術。同埋佢將佢嗰種成就咧變成學科啊，教俾自己嘅國民、年青人
嚇，即係去嚟嚟去嚟呢個電影城去學嘢嘅嗰啲人嗰度咧，科技係即係依啲係一個科技咧，你拍電影係要掌握嘅咁樣。嗯，好嗱，第二個問題咧，喺台嗱台北有得睇啦，咁全世界咧有幾多間戲院係可以睇到佢購，即係佢呢個理想中嘅電影嘅放映嘅。目前咧嚟講咧就係五間，就聽講咧就深圳都會將會開嘅啦。咁樣就五間咧，裡面佔三間咧都係我哋華人嘅地區嚟嘅，就上海一間、北京一間、台北一間。咁另外嗰兩個咧，我諗唔知係美國定係邊度咁樣啦。總之咧，呢三間咧就和解。中華都係三間咧，因為咧就係呢套戲咧就中國係投資嘅。哦，咁而且依個投資嘅呢樣嘢咧，咁喺個戲裏面咧，都變咗係劇中嘅一個元素嚟，大家睇下都會覺得有會心微笑嘅嚇。咁樣就所以咧，就係香港咧，其實我都覺得好可惜嘅，因為香港咧都係一個叫做好重要嘅環城市，但係咧就何解淨係做嗰個叫60格咧？但係咧就何解我哋嘅嗰啲發行商都唔係好爭取。咁啊，但事實上咧，我發覺咧，即係一秒六十格嗰個咧，喺我香港依度咧，因為我啱啱咧今朝早我都走去睇呢個六十格嗰版本嚟對比，咁啊發覺咧，其實觀眾都唔係好多。係啊，嚇，我都未睇。係啊，咁我諗佢最主要咧，可能咧，即係始終咧，而家可能我哋香港嘅觀眾咧，都係用話題嗰樣推動咧，自激發興趣嚟去睇，咁啊呢個可能亦都俾啲商嗰啲嘅發行商都睇到咧，有依種原因咧，所以都覺得如果真係有心去睇嘅嗰啲人咧，我見到唔少喎，有好多甚至咧就唔係電影人添㗎，都特登走去台灣睇，因為而家台灣機票唔係好多，順便去旅行。即係唔係好貴？唔係㗎，我諗開始係㗎。我以前幾次即係一路以嚟都講啦，有啲片喺香港冇上嘛。咁你計埋啦，哦，如果你話個 weekend 你買到平機票咁樣去，順帶去做埋其他嘢，咁啊真係值得做喎。值得㗎，係咁，而且呢個咧即係咁。但係你最老土嗰樣嘢就係點解你以前香港喺呢方面係原本係領先，而家搞到咁落後咧？嗱，呢個就係最大問題咯，因為呢個咧，如果你講嗰叫依啲咁嘅靚質素嘅一種放射咧，即係譬如最出名嘅有好幾個嗰啲歷史添，咁但係我最覺得最津津樂道嘅咧，就梗係講 Seven 啦，因為 Seven 咧即係嗰個七宗罪咧嗰個咧，香港當時放嘅嗰個版本咧就水銀沖印嘅，因為佢咧就係即係利用水銀沖印啦，係啦，令到咧嗰啲顏色咧就可以好實嘅又。尤其是咧，但黑色咧，當佢投射出嚟嗰時候咧，我哋平時睇個黑色咧係唔夠咁實嘅黑。咁佢咧就喺嗰時一個水銀嘅沖印咧，就應該貴咗五分之二左右啦。嗰個 budget 啊，嗰度係啊，係即係個 copy 嗰度。咁但係出到嚟嗰個顏色啊，嗰啲質感咧係好硬嘅。當時係嗰啲發行商佢冇加你票價喎。但係佢覺得咁樣係一個成就。咁嗰時咧，我覺得香港俾人感覺到好尖鋭啊！就係嗰啲城市嘅原因，就因為佢有依種咁嘅推動嘅嘛。係啊，咁嗰個客觀嘅原因，大家當然都知啦。係而家世界變咗咧，電影嘅票房萎縮係咪啊？咁你投資落去，咁你翻翻到本咧，咁以前就冇呢種壓力嘅。係，但係事實上咧，我覺得咧，即係雖然咧，即係你睇到係整體咧有依個咁嘅改變咧，但係默默咧，香港都做好多嘢，仍然有好多嘢，好多啲嘢咧做咧，即係做得到就做咧，有好多有心人喺度。因為我上幾個禮拜咧就睇咗個殺爺哲雷嘅一套舊片啊，印度電影導演係啊，嗰個叫《鬼惡神功》啊，佢就係咧就一班。好中意呢部戲嘅，因為一部孟加拉嘅嗰時，嗰啲啱啱獨立嗰時，阿薩耶哲雷拍嘅一部電影嚟嘅。咁啊，佢咧就有一班即係新世代咧，就好中意部戲。佢話：我細嗰時爸爸媽媽成日帶我去睇嘅。咁啊，已經係一個叫英國移民嘅嗰啲孟加拉嘅嗰啲人咧。咁佢咧就將嗰個戲裡面嗰度咧，就用自己嘅一種音樂新嘅音樂嘅方式咧，嚟整咗一個一個現場。長板出嚟，咁咧就竟然咧就喺香港嗰個叫視覺藝術節嘅嗰度嗰時候咧，都係嚟咗嚟香港咧做一個公演，佢哋好開心嘅話，我哋可能夠將呢個戲咧，即係同埋我哋啲音樂咧介紹俾大家。
密密地咧，你會發覺咧都做咗好多啲嘢出嚟，咁但係咧就即係。反而咧就係喺個主流嗰方面咧喺度退縮緊咯。係啊係啊，呢、這個就大衞環境啊。咁我哋喺我哋嘅能力範圍之內咧，我哋就提醒下大家啫。係，我哋冇咩特別嘢做到嘅、嗯。好嗱，頭先你提到金馬獎，你就冇講到嗰個重心點啦，就係、是、金馬獎本身有冇啲有冇啲嘢值得講咧？都有嘅，因為其實嗱，因為今次嘅賽果咧就相當之其實幾我哋大細咧嘅話咧就叫。抱擁新世代的、嗯、你會看到有很多即是他們去那個今次的評審裡面那裡來講就哇許冠文其實那部戲大家都說很好看的但是就當他那個即是最佳主角那裡變成另一個范米范米他說喂跟許冠文年紀差不多不是范米小很多的許冠文七十歲是影齡又小很多其實五十幾歲的范米不過他真的很好看的、啊、但是呢就其實曾志偉那個最佳男配角那裡或者新人那裡新人是那個八月那個小孩、嗯、好像十一歲還是九歲的、嗯、是很年輕的那整體呢你會發覺呢其實他有個風氣我們在台灣那時候都感覺到那個風氣就是說呢其實老的一輩呢有很多時候他們都反而都挺撐住喂給年輕人他們多些空間、嗯、因為呢即是電影因為去到其實你鬥爭的時候大家即是說金人獎那些其實大家都計很想拿獎、嗯、但是呢即大部分都覺得比年輕人即是鼓勵年輕人是更加重要的所以我覺得今次的金馬獎你會看到整個那個有這種的氣氛在那裡對於新人或者他剛剛初出道的時候他一些他有一些自己的那種想法或者出來的時候大家都已經推他了推他上去的時候、嗯、為什麼呢因為他可以給一些新的東西給大家看可能那個不是很成熟但是新是重要過其他的因為始終現在世界在推動緊我覺得這個氣氛呢是做得很好的是很有這種味道出來的所以我覺得呢、就是、今次呢、就是、在金馬獎裡面來說呢當然如果整體來說呢其實那個金馬獎都仍然是挺悶而且是很長它有一個特色這個特色是有好處的就是說它不會吸人不會圈人的即是當忍你做得獎者上面的時但我們就要忍住呢如果說咦11點完了正確的完的時候是12點零10分外面呢我們完了之後外面的時候就是哇大雨淋漓回到酒店了回到酒店了不是它還有那個叫晚飯因為初初嗰時咧，你知唔知佢開始嗰時都已經五點鐘去現場，佢係講咧大家準備咧，即係七點鐘，即係其實六點九就開始噶啦。咁唔該大家咧，即係食啲嘢先，因為咧就小心去肚餓。咁我哋咧就係、是。由一點至四點都是吃東西整飽自己的肚子誰知去到十點都開始這個是最其實是每次因為我都去過四次那個金馬獎其實每次都覺得呢是去到最後的時候覺得呢就很珍惜呢、就是、有參與呢同時呢都是覺得是個肚子空空的是嗎但是、都雖然我沒去但是一直在提提的就樹大招風就拿了那個最佳很恭喜的那部戲呢我看的時候都頗深印象的、嗯就可惜呢就因為不知道當時那個工作原因是什麼就沒有講這部戲的今次他這個拿這個獎呢你在行內裡面說的話都是不是實至名歸是實至名歸的他而且又是三即是他的那個編劇即是由賴海做一個叫主導為主之外咧，咁佢都係咧好放手咧，俾啲年青編劇咧嚟去將呢個三個古仔咧，咁嚟去處理嘅出嚟噶嘛。咁、所以咧，你會睇到咧，佢而且咧金馬獎咧，係比我哋咧就會更加成熟咧，就佢喺劇本獎咧，佢分兩個嘅，就係、是、原著劇本改編劇本。係咁啊，就咁佢嗰個咧就得到個原著劇本嘅嗰個獎項嚟。而且呢你會看到呢、台灣呢它那個金馬獎呢它其實一直呢就做得很好呢、就是、香港呢是一個區域性的獎項的但是台灣呢它呢就始終呢它都一開始的時候呢它都有一種叫做、中港台呢它都有一種顧及有一種風範在那裡、嗯、它而且呢我們都有一件事就覺得挺好的呢就是
已經連續三年，大家都計到啊，就係、是、三年嘅嗰個叫新導演獎咧，其實都係俾咗香港嘅導演啊。係啊，嚇咁啊，即係譬如好似今年就亦都係啦嚇，咁啊俾阿黃俊啦，即係依家一年無名嘅嗰個導演咧，都起上咗未啊？誒未，香港咪而家咧就呢個禮拜應該呢幾依一兩個禮拜咧就都有特別場做。我其實都應該建議下佢咧，就應該再做多幾場，因為佢咧啱啱接住咗呢個金馬獎嘅嗰個成績咧，佢初初諗住咧應該做六場左右嘅，其實可以做多啲，因為佢正式公映嗰時間咧就應該係出年至公映咁。啊，出年先公映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咧佢呢個一年咁你睇落去就唔係好耐咯，但係你攞完獎咁趁住有個勢喺度，應該谷下佢啊嘛。係啊，我諗係咪攞唔到期啊？唔係，佢係最重要係排期，我諗嗰個排期佢哋嗰個安排啦嚇，因為佢初初嗰時候佢覺得呢部戲個成績又都相當之唔錯嘅，咁就即係想咧即係至得閒度咧，咁佢就係做一個叫五場，因為通常咧喺香港咧，你有五場以上嘅嗰個公映嘅場數嘅話咧，你都有條件可以參加嗰、那個金像獎嘅嗰個提名嘅。咁我諗佢初初佢都攞住呢樣嘢咧，就作為一個叫做一種叫做係推動啦宣傳咁啊。咁而家咧，我覺得佢喺個金馬獎嘅成績咧，佢又攞到最佳女配角獎，咁啊同埋又攞到個新導演獎嗰時候咧，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咧喺呢個時候順勢做多幾場嘅。咁當然啦，以我哋即係觀察近年嗰個票房，就攞呢個獎都唔能夠喺票房上有任何支持嘅。同埋事實上，但係作為一個鼓勵年青導演嘅，咁你。院商其實都盡可能要配合咯。咁事實上，我覺得佢呢部亦都有一樣嘢係好特別嘅，這個咧即係好政府嘅嗰個叫首度電影計劃嘅嗰度咧，其中嘅兩部嚟嘅，即係譬如佢點五部，佢都有唔少提名啦。點五部同埋呢個一年無名咧，嗰兩位導演咧都係剛剛咧，即係都係嗰叫做係大專讀電影畢業咗之後咧，咁佢揸住一個自己嘅劇本，咁然後咧就係申請嗰個計劃咧就。拿到那個計劃的其實200萬左右的就是他擺上來 offer 了都其實沒有超過300萬這樣的那個這樣的但拍到這個成績呢很多演員譬如金燕玲啊或者是啊曾志偉甚至呢就是自己都不收片酬這樣來拍但金燕玲都 是不是因為這部片拿最佳女配角他拿到最佳女配角的在就是這個一年無名咁所以呢個咧，你會睇到咧，即係其實香港都即係都喺個叫做推動嗰、那個，即係譬如俾啲年青人嘅即係多啲機會咧，其實都盡力做。咁啊，政府都做一啲嘢咁樣啦。咁呢個都係可以都即係都要睇題嘅嗰個係。嗯，好咁啊，金馬獎嗰度咧，我相信都即係成為過去啦。係。咁香港嘅電影咧，今次喺金馬獎本身咧，如果你單純睇個成績咧，係相當之唔錯嘅。係，攞到五個獎啦。但係即係呢個成績反唔反映喺到票房嗰度咧，就真係一個頗大嘅疑問嚟。我覺得係依個係好大問題。反而台灣咧，佢嗰個電影嘅嗰種大家中意睇戲嘅嗰啲咧就多。我諗係熱切過香港嘅，係，因為始終嗰個文化有少少唔同啦。係啊，係。咁個評審委員會方面，今年係許鞍華，許鞍華做主席，係佢基本上咧，佢有兩輪，同埋咧咁佢做評審嗰啲同，但係佢呢個都好大方喎，佢即係放手俾一個香港嘅導演去做呢樣嘢喎。我諗啊，依個佢最主要咧，即係許鞍華佢都係喺金馬獎咧攞過好多次獎，咁佢咧幾多成就嘅，唔係我諗台灣咧佢有個好處咧。你都會睇到咧，佢台灣，尤其是咧，即係佢同香港之間嗰種關係咧，其實首先都好密切嘅。你會發覺咧，我哋嘅嗰啲有好多時啲電影咧，佢哋都比較上注重多啲嘅。咁我可以話俾你聽，港產片去嗰度而家都唔係好多人睇嘅。係啊，少咗嘅，係事實上係咁樣，因為佢基本上咧，都係隔。大家嗰種風土又唔同啦，睇嘢又唔同啦。咁而家事實上咧，台灣咧，我哋又覺得咧，台灣咧就即係而家嘅嗰個，雖然有好多都係低成本，其實票房都唔算話好好，但係嗰種活力咧係強。因為中港台裏面嚟講，講下新嘅導演啦、演員啦，同埋電影嘅工作人員都係比較多嘅。同埋文化氣氛啊，係好個咩嘅。但係又唔好同香港電影金像獎去比咧，因為香港電影金像獎係一個即係工業獎嚟嘅，係嚇，即係一個以。這個本土工業作為一個
衡量的標準。而且事實上你會看到，因為始終香港呢，即是香港呢，它看整個那個看電影的那個方式呢，就不同台灣、也都不同大陸。但是我覺得內地不要說，在金馬百花都是很有問題。相比之下呢，金馬獎呢我們就都幾推崇它的，因為它那個整個評審的方式呢，即雖然都有一些偏，即有一些叫做你可以說、都是雅俗共賞的時候呢，它去那種叫它那種叫雅那方面多之餘的時候呢，有時候呢那個評審都會出現一些問題，但是它的就算有問題呢，它的透明度都很高。全世界影展都冇可能取悦曬所有人噶嘛？係啊，咁所以佢嗰個咧，即係亦都有好有壞。因為我其實都覺得香港嗰個金像獎咧，即係都做得唔錯嘅，但係佢係好地區性嘅嗰個獎項。呢個就係佢自己嗰個設獎嘅原因嚟。咁亦都係啊，因為我哋做咩搞到自己咁大頭佛咁樣？我哋都唔係啊，冇咁大個人又唔好戴咁大頂帽噶嘛。係好，我哋第一節結束，我哋第二節翻嚟咧，講講咧妖夜尋龍啊。